出口加工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指某一国家或地区为利用外资发展出口导向工业，扩大对外贸易，以实现开拓国际市场、发展外向型经济的目标。专为制造、加工、装配出口商品而开辟的特殊区域，其产品全部或大部供出口。广义还包括自由贸易区、工业自由区、投资促成区和对外开放区等，有单类产品出口加工区和多类产品出口加工区之分。其特点是与境外之间进出的货物不进行进出口配额需和证件管理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不得进出出口的加工区，禁止开展的加工贸易业务也不得在出口加工区内开展，规定出口加工区内不得开展拆解翻新业务。